形以六合刀侍从形，形以传统套路六合拳中变化出来。形意拳的前身曾叫形以六合拳，六合拳是指一拳中的名称。形以六合刀讲究内外三合，在进退转折拗顺中求动作和尽力的合，该套路布局独特，展现了形意器械的功夫内涵。